的媒体朋友先打声招呼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好久不见，欢迎你，欢迎 Dizzy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好久没有回台湾了，然后很高兴可以来到 A11 Facebook Podcast， 然后很高兴看到所有的媒体朋友。是，欢迎，再次欢迎 Sunny 跟 DC 来到我们今天 Maison Pro Max 的活动。今天参加 Maison Pro Max 这个牌子的活动非常开心，因为其实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包包，我就觉得它非常的特别，就是跟我以往一些可能包包的设计很不一样。我觉得他们的包包就是这次就很多的小细节，是，然后我觉得很用心，就是这次因为他们的设计师的灵感是来自希腊神话，对，就是希腊古时候的他们一些就是 Greek gods and goddesses 众神，对对对。然后呢，其实今天我带的这个包包就是 Hera， 她就是希腊里面的一个女神，众神之母赫拉。是，然后它这个包包其实它红色的部分就是，但是它有很多的压纹，像前面就是有鳄鱼纹，这边有蛇纹，然后其实它有用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一些设计，然后去拼整出它这个很可爱的一个包包的设计，我自己是非常的喜欢，是运用到了各种细节。其实我听说就是 Maison Pro Max 是用8000这个系列来做设计的时候，我觉得非常适合我自己，因为我自己以前小时候就有很多这种 Greek book 想法，对 mythology， 那里面还有大家都知道是 the goddess of goddesses， 那 Zeus 就是 goddess of goddesses， 是众神之神，众神之王，所以我觉得 Zeus 非常适合我。然后就是手上这一款，对不对？我们的宙斯。对，所以我就觉得说，但是因为你想到宙斯的时候，你就觉得哇，他很厉害，很有威严。是。但是你拿到这包包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哇，虽然是，但是他很可爱。就对，因为我会觉得说这是 player design。是。所以你这个设计感，我觉得就是要让大家开心一点。那因为你去读很多这种的包包的时候，你可以把它变成很多电影。但是你带了一个包包，其实带了这个包包，你是想要觉得说，你想让大家看一下，想要大家觉得说，哇，它的这设计感很特殊。是。所以我觉得，虽然他用这个 idea 去做这个设计，但是我觉得他们用的这些设计的一个成分也很特别。它很多像这个眼镜，可以拿下来，所以我就觉得 it's very fun， 很有创意。对。然后我觉得他的手，那你看这个是太阳，我的手这个眼睛三米，这边又有一个闪电，就是宙斯的武器，对，因为他以前可以控制这个东西，对，他又有这个飞碟，所以我觉得他就是很可爱。然后宇宙，他其实这个设计就觉得说好像是有星空宇宙的这种感觉，星空宇宙的这个感觉，所以我觉得在它的设计上的细节，就虽然不大，但是很小，但是就很可爱，是。是出去拍戏的时候都是好几个月，那这次是应该是六月就出去，因为我去年去拍一个电影没有正式去，所以你看现在都10月中了，四个多月了，很想念我老婆，我们就在那边跟剧组说你会回家，你会回家，对啊，所以昨天晚上回来的时候，我们就因为我们两个自己都会有一些小小的，就是他知道我最想念的一些什么东西，然后帮我准备好。哇！然后我就回来，他就拍我，他就知道说你想去开一下车，他很准备开车，然后就看到他就，因为我们俩很喜欢 GoPro 改装车，对，我们俩喜欢改装车 GoPro， 其实是我们自己的一些小情绪，对，所以我们就先享受一下，对。开心可以，当然最开心可以跟他玩，但是我也希望可以跟他是家人。那我明天早上6点钟要走，又要飞，然后就拍啊。听到这个，我们一定要给 Dizzy 一个机会，好好表达一下对桑尼的思念之情。有没有什么话现场想要对桑尼来谈话一下？因为昨天晚上都说了，都说了是不是？现场媒体朋友想要听，其实他是想要回来看。非常支持他，然后开心他现在在追求他的梦想，然后希望
都支持一件，虽然是无言反派villain的部分，真的，但是就像真实生活，就是也符合我们的 villains 就有点小坏坏那种感觉。是，但是我说实话，还是你不管是哪一个行业，大家都很辛苦。那我觉得这次体验到就是老板对我们的包容跟体贴，因为时间上你说拉了这么长久，是如果我们大部分都结婚，但是就如果你结婚了，其实你就是你是有拉的，但是他要出去这么久，这其实我就觉得他们是，所以今天现场是不是搭配上去超爱自由。是非常符合我们Sunny的形象。